倒垃圾了。倒垃圾了。上门。你们是施小姐的朋友？是，快把人送进来。白丹青，魏先生。302出来的人现在进了圣云书店，确认是华珍。石小姐有公务来不了，托我来帮忙。这位陈先生除了枪伤之外还有其他的外伤吗？没有，他的右胸中了一枪，我做了基础的消毒，但是伤口发炎了，应该是还有弹片残留。我知道了，交给我吧。我看门口挂着歇业的牌子，这里应该不会有其他人来吧？一般不会，牌子是常年挂着的，就是为了避免有人进来。这里是救护会，专门用来救急的地方。好，那我去把车停远一点，免得把警察引过来。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帮我把门关上。后面那磊磊也是我的便衣。科长，后座发现血迹。我们跑不远，从这儿开始，一圈一圈搜。上。走。石督察，民国路分界线有情况。警务处汇报，华界16铺分局警察刚刚越界了。他们越界进来干什么？说是为了找通缉犯。知道他们具体去了哪条街吗？往西边去了，长乐路附近。该怎么配合怎么配合吧，这属于和他们的联合执法范畴。明白了。伤口已经缝合好了，我刚好有个库房空着，位置很偏僻，不容易被查到。我们从后门撤离，到了那边再详细说。好。他们追来了。先进去。我去把他们引开，你们找机会出去。那你怎么办？谭世远不会让冯广玉对我怎么样的，你们找五号正好。你脱身之后，到望之路5号跟我们会合。好。你找哪杯？华二少，咱俩又见面了。你不是去南京了吗？怎么还留在这儿呢？在这儿改行卖书啊？找我有事儿吗，魏先生？找你？我忙得很，没时间单独找你。我们得到情报，这个书店里有共产党出没。倒是你啊，华二少，你解释解释吧，你怎么又出现在有共产党出现的地方呢？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。
搜查令呢？这点小事儿不需要搜查令。现在我在这儿，你要搜查，就必须出示搜查令。你知道我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出去了吧？那你是一什么身份？搜查我的地方？合理合法的身份。具体什么身份，不能告诉你。为党国效忠，责无旁贷，什么身份不重要。这么快就找到新的落脚地了？复兴社，特务处啊？什么身份都能办你。看的也都看了，要我亲自送你出去吗？不着急。喂，花少，我听我的人讲，你去了一趟麦奇路16号的公寓，那栋公寓的302房间，可是救国会的一处安全房啊。救国会可跟共产党有染呐，花少。说说吧，干嘛要去那儿啊？做客也不行吗？做客？那住的是你的朋友啊？认识而已。认识。怎么认识的？在哪认识的？既然这么想聊天，不如换个地方聊。复兴社怎么样？是那么的有恃无恐。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去了复兴社特务处，可就没有人再捞你了。这不就是你此行的目的吗？等等，你这不是有恃无恐，你这是紧张啊！不像从前的你。这是你最后带走我的机会了，你要是再不走，我可就自己走了。再动一下，我绝对崩了你！别再考验我的耐心。就这么想引我出去？为什么？是外面埋伏着你共产党同党，还是里面藏着你的共产党同党？把枪放下，别耍花样，别冲动，别忘了于先生交给我们的任务。是什么？于先生说了，抓活的。周哥，咱们都找了一圈了，人呢？
晨，慢慢转过来，把枪扔到地上。华晨呢？上了辆车往东边跑了，我们必须追上他。俊豪快到了，先回复英社。追毙！你不怕挨枪子吗？你没受伤吧？没有。你怎么也赶过来了？我在工董局接到警务处报告，有人盯上了长乐路，我就赶过来了。谢谢。陈浩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好些了吗？还好，季太太已经帮陈浩处理了伤口。他怎么中的枪？为了救我，十二部分局的彭广云绑架两名四所警员，一名已经遇害了，另一位骆明明被我和陈浩救了出来，他就是在救人的时候中的枪。这边。太太，快进来。石小姐，你们都没事吧？石小姐赶过来救了我。陈浩呢？在屋里。他还没醒，正在休息。好。他在里边。他的枪伤怎么样了？这一枪是从后背到前胸贯穿，幸好没有伤到重要的器官和血管，目前就是伤口发炎的问题。我已经给弹道做了扩张消毒。弹片残留都取出来了吗？已经全部取出来了，很顺利。陈先生的体质很好，而且意志力也很顽强，你们放心，他会慢慢好起来的。那我们先出去吧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以陈浩现在这样子的身体状况，待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。想必各大医院都已经收到了通缉令，休整几日，我们还是得把他转移到更安全、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。按理说其实不应该再麻烦二位了，但是我实在是分身乏术，所以只好拜托了。明白。我跟救国会一直有往来，我可以让他们想想办法。其
其实我之前就听说过你们营救彭记者的事情，但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陈先生为什么会中枪呢？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和彭记者发现的军需品走私案有关系。我们救出彭记者之后，决定顺着他的线索继续往下查。我去了趟吴淞口，发现这个月的6号还有一批货会从吴淞口运到16铺码头，然后通过兴荣丸号货船运往日本。我们还发现了两样关键性的证据，一是通行证，上面盖有江海关总署司署缉私科和上海市公安局的公章；二是货单，上面有这批货的卖方信息。这两样东西会在货到码头之后交到冯广云手上。16铺分局刑警科的科长。对。那你看到了货单上的卖家是谁吗？可能是某个公司，也有可能是我的哥哥。你们俩先在外面休息一下，我正好要给陈先生换个药。石小姐，你可以进去帮我吗？你先休息，我出去看看有没有人追过来。季太太，你是有什么事情要单独和我说吗？子弹的碎片没有完全取出来，肺部还有残留。那如果我现在马上安排他去医院，取得出来吗？很难，即便是手术条件一流，而且还能提供大量的输血，风险也很大。更何况他现在根本不能去医院，这次枪伤肯定会给他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。什么样的伤害？子弹留下的贯穿伤会勉强愈合，但是会生成贯通的瓣组织，很多后遗症都会伴随他整个的下半生。觉得起了风热，这位是季太太，我的朋友，是她给你做的手术，她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员。谢谢你，季太太。对不起，我在分析的前夫让我失败了。但我没有暴露组织，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你们应该都是安全的。你别想太多了，先活着才有胜利的机会。对，活着就是胜利。你
要尽快好起来。我还等着你来上法语班呢。还有件事，向远山主动申请，他希望加入邓先生的队伍，说的时候很认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会向上级汇报，我会告诉组织037同志通过了对向远山的考察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一个人冒险的。我要告诉他们，我身体里面还有没有取出的弹片。知道了。陈先生醒了。队长。罗警官，你得好好改改你这个爱哭的毛病了。这次睡够了吧？总算睡够了。我就说我能挺过来吧。季太太说手术很成功，每两三天都能向上跑了。都这样了，还想着跑呢？赶紧歇着吧。你在吴总给我查到的线索。放心吧，我会一直查下去，直到找到所有的证据。这是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儿。现在整个上海都能看到陈浩的通缉令，他待在这里还算安全。我尽快给你们送些吃的和用的过来。石小姐，有件事儿，我本应该在上次离开上海之前就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是关于张润金的。两个多月前。他牺牲了，我被魏代勤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时候，魏代勤告诉我的。他说张先生是共产党，他遇害后，人就被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外面的荒地。向先生，我和黎秋实。都受到过他的保护和帮助，他遇害了，我很难过。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亲口告诉你。其实，老张失踪过后，我有心理准备的。不过还是谢谢你。告诉我这个结果。我已经向组织提交了曝光走私案的行动计划，应该很快就有回复。冯广云手上的货单和通行证是至关重要的证据，只要能拿到这两张证据，就能坐实他们的罪行。想要拿到证据并不容易，好在冯广云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，所以计划分为两步，先通过报纸新闻的方式
曝光走私集团外国行为，再把舆论对准他，冯广瑜一定会露出破绽。但是彭记者已经上了谭诗远的黑名单，想要发声那太困难了。左凌云有一位姓夏的剧作家，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，他在国泰大剧院有一个影迷见面会，到时候会有大量的记者来现场。夏先生说过，只要以救亡运动有利，必以雪城拥护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可以把握好这个影迷见面会的机会。那我跟彭记者联络。不用了。我去联络彭记者。季太太，组织要求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在上海的任务终止了。魏太勤盯上裁缝部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你不能留在上海了。这里面有一些衣服，这是今晚去香港的船票，法国的货船，这是我从空董局弄到最快的船票，这是你的证件。陶兰心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名字了，没想到这次撤离竟然这么突然。这是组织的纪律，你必须马上撤离。现在小组只剩下你、我、陈浩三个人。陈浩现在受伤了，我不能再让你去冒险了。这个不能称之为冒险，这是你我的使命。张润金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。我相信，革命很快就会迎来曙光，我们都要保护好自己。只是不知道下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。总会回来的，保重，心雨，你也是。什么时候不见的？快三点钟，三点钟的时候来。不是让你盯着他吗？我是盯着他，我跟那段时间跟丢了呀。还去过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吗？没有。裁缝铺里没有电话，谁通知他去的圣人书店？他不见之前，有人来过吗？进进出出人很多，共总局那个姓施的女督察员她也来过。这是来通风报信的。我们四点钟到的书店，她三点钟就要不见的，时间刚好对得上。马上派人盯住所有的码头、车站、火车站，一旦发现立刻逮捕。
生，今天你和魏代琴对峙的时候，我在里面全部都听见了。你当时真的不害怕他杀了你吗？那是我当时唯一的选择。你真勇敢，我和季太太待在里面都紧张坏了，生怕你在外面出什么意外。你也很勇敢，要不是你和季太太把陈浩顺利的转移过来，我在外面争取再多的时间也只是徒劳。今天晚上你就在这休息吧，我一会儿看看陈浩。我可以和你一起去照顾队长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赶紧休息吧。这一天啊，你也没怎么好好睡觉。晚上呢，就我来值班。等到明天白天。睡觉。剩下别的可能练了吗？没了。喝点水。没事，你放那，我自己来吧。你就不怕伤口的扯开啊？哎呀，这也太别扭了。没办法。慢慢习惯吧。身体好用吗？有时候走得快，有时候走得慢，反正啊，从来没有准过。还给我，这可是我攒了半年薪水买的。那要送出去还要回来的呀。等我回南京啊，有钱了给你买块新的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说好我们是一个队伍的吗？一个队伍怎么能孤立我呢？不是谁孤立你了？我这不是照顾陈浩呢吗？一个队伍就应该一起行动。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今天晚上也要睡在这儿。谢谢你给我铺床啊！你睡这儿像女生睡哪？队长，你醒了。队长，你现在觉得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队长，我跟你说。今天季太太和施小姐特别厉害。他们怎么了？今天在圣恩书店的时候，情况特别的危机，但是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，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，救人转移，一步都不含糊，而且从头到尾我都没有看到他们一丝慌张。队长，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也可以这样有魄力，有担当。你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吗？嗯。我来思索的时候，其实只想要当一名警察。不过，这段时间，我回想了很多。我觉得也不只是这样，我喜欢的是和你们在一起，做有意义的事情。叶敏，有可能是你越来越了解自己了。我觉得也是。你真的想要成为像石小姐、季太太那样的人吗？当然。队长，你觉得如果我从现在开始努力的话，我有机会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吗？只要你想，一定有可能的。嗯，我会努力的。好了。
见。给我烤红薯，就拿这个。紫金裁缝铺，季太太。等一下，我有个东西给你看。这是我给你做的结婚礼服，但还没完工呢。你喜欢吗？给我。最近铺子里不忙，我就抽时间每天做一点，已经雏形出来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你才19岁，那一年你从莫斯科刚学完无线电专业回来，你身上没有带一张图纸和一个零件，你说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你的脑子里，除了发件和收件之外，你几乎一句话都不说。现在也不爱说话，只是爱和你说话。有些吃的和用的，应该你们可以用3-4天了。到时候衣服换了下来，你们一定要烧了，免得被人看见有麻烦。给你们准备了一辆车，以防万一。这是给你带的药。你伤口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我感觉我可以下床自由活动了。麻烦你们一定要看着他，让他千万不要乱跑。放心吧，我们知道的。对了，走私案那边有新情况，事情有转机了。今天彭记者去了国泰大剧院，在一个影迷见面会上，当着很多同行记者的面，把他的遭遇和调查出来的情况全都披露出来了。我相信很快冯广瑜和谭诗媛就会被推到风口浪尖，到时候他们的罪行会彻底被曝光。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铁证。冯广英不是一个能沉得住气的人，只要他乱了阵脚，我们就有机会行动。另外，季太太今天被魏代清逮捕了。
你们要多多小心。别怕，也不会太长。